杀去烂死警察，哨兵就不开来抢了。此次对于抓捕犯罪嫌疑人周泽农提供重要线索者，警方将给予人民币30万元的奖励。很有可能就藏匿在这一带，他们应该给予了业务堂。是一个三不管理的地带，哪个都想管。 我是周泽龙，龙哥吧？听到的。啊，他和长沙要过来的。一句把握，丧尽狗老婆，要死，我忙行李。你老公周泽龙想见你们？我不能去，警察已经盯到我了。 我希望你三思慎重地陪我们，把人都喊过来。一掷30万，我不想把你活到把他警察。你晓得我的事情太多了。